儿子见字画的彩绘，在鲨鱼台这边。各位看得出来这是什么鱼的吗？这是鼻雕啊，过来就是这个嘴巴尖尖的，就是柳江啊，再过来这就是南方啊，再过来这个应该是没有看错的吧，应该是石斑啊，像不像啊，过来，这个就是海鱼啊，过来看到没有，黄鳍鱼，哇，很多，以后如果说没有鱼的时候就可以来这边抓来吃。好，这个重点，这是黄鱼，野生黄鱼OK 啦，差强人意。这是鼻雕，俗称的响音啊，怎么看哇，它后面有一点黑黑的， OK 啦，不错。这个当爸爸的把分数90分，还没有画好哦，还有明发一号，会呈现在这个图里面。好 ，OK， 这样子跟他的同学两个人的作品。